新郎被心肝老婆磨香猫刘真图集救命。怎么感觉不像认识你老婆了？哎呀，不是还在新婚？怎么有两个新郎？我们通常都会在家里，就是我们会用我的鼻子磨他的胸毛。我已经头晕了，你是新郎，他是刘真，那我是谁？哦，郭子乾吴一佩，麦来乱啦！哎，娘子，快跟牛魔王出来看，救你老公。他是我的新郎老婆，刘真。新郎选在金43岁生日这一天举办单曲《快乐发片》记者会，说到新郎老婆香吻一枚，应该无所求了吧？我的生日愿望就是。新跟老婆的每天都很快乐，他让我有好多好多创作的灵感。你怎么逗他快乐？我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他快乐，撒娇吧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用娃娃音撒娇。不是，对。也是啦，谁能跟娃娃音刘真比嘞？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吵架，他就回到家的时候就老公，那就。我有尝试激怒过，我试过几次，比如说他做的菜，同样的 一道菜是，比如说是炒青菜，蛮简单的，那我可能就是过几天他要做一模一样，那我就故意试他说，我说哎，新老婆你这个做的跟上次味道差很多，真的吗？那你再吃一口看看，你再吃一口，那现在嘞？打算一起在家洗手做羹汤。今年在做年菜的部分呢，因为我阿娘有留一本这个就是上海菜的很地道上海菜的食谱，但我会教她做，然后我们一起做年菜。啊，西洋情人节不会也是做菜吧？还要送礼物吗？还是你礼物？我会，但是她对我来说，她已经是。最大的礼物，所以他把自己送人了。这么甜蜜，怎么不快催生小新郎小刘真？有努力，就是很自然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也没有，就是说刻意要做，这叫什么？就是人工的那种，是受孕的工程，对的，那种没有。可是你们讨论说，我们要生。10个还是12个？我觉得是，一男一女。对，浪漫。我相信，有小孩之后呢，他会是一个很称职的妈妈。报道。